应该没人不羡慕贾玲吧？她不仅有年下的小奶狗，我喜欢她。我知道很久了，老板，换女朋友吧。一折，哎，一闻味就是你。再一个就是爱情。小奶狗还会吃醋。来来来，坐姐姐怀里。啊！哎呀，不知为何，一袭明月落我心呐。你看，哎呀，晨晨有一些失落。没事。我看在眼里的都是姐的过客。偶像剧女主也非她莫属。在那里四个小时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贾玲了不起啊！你等不到我，你就回去啊！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实诚呢？我又没有你的电话，我给你一会儿。我从白天等到晚上，哎，很冷，知不知道？那我请你喝啤酒，喝啤酒。什么叫反客为主？你成功了，因此我注意过来。不，这有墙，一会儿还要壁咚呢。你要干嘛？你再敢动，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那我太想动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谁不想拥有杨洋呢？你快看，我的证件照。美若天仙。讨厌。需要，需要，我们一起去拍证件照。猫系男友真的爱了。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迷人。原来朋友，他俩不是情人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我俩，哎呀！渣女语录说来就来，说了吴彦祖我不嫁。好了，不要再跟我说了，德华，自从我都不接的电话。我本人不太会撒谎，所以我就干脆不要撒谎。你要练习，我们俩是一个撒谎的游戏，你要练习撒谎。我离过六回都。甜言或蜜语，去哄小姑娘。小孩子才做选择。那贾良姐，你在四个人中要选择一个。什么？我还要选，四个我都要啊！规则改一改，我不管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抖音。